我带来了最可怕的消息，原以为被我们干掉了的脑虫又复活了。虽然我们已经对那个生物造成了可观的伤害，但它还是从破碎的躯体中不可思议地复活了。现在，那只脑虫正在集结虫群，准备下一次攻击。这正应了我的担忧。相信塔萨达尔真是个愚蠢的行为。 最高议会会记住他放肆的背叛行径。无论如何，我们必须坚守。攻击毫无防备的脑虫不是真正心灵勇士的行为。我们应该用自己的力量和愤怒来对抗整个虫群，这才是心灵一族的传承。执行官，我们应该带领主力部队去攻击被异虫占领的塞恩星省。 是时候让异虫感受艾尔之子的愤怒了。执政官菲尼克斯会带一小队人留在这里，守护安提奥克，避免被偷袭。阿杜与你同在，执行官，艾尔之敌将被彻底消灭。等待之时。 启动，确认 ，lock 牌，确认，正在接收，为了复仇。你的战士正在体验挑战。 启动中 ，lock 牌，为了复仇，正在接收，为了复仇，确认，启动中，确认，启动。卡拉巴斯罗斯。 Galahasnos, 启动中。
精力矿不足。晶体矿不足，
发挥作用。注意，伽拉赫斯罗斯，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。
回归，为了复仇。有何战斗需要？眷顾着你 Intaro Aduan 为爱而战 Galahasnos